我们看到所有参赛者，然后现在我们抓出来 PK 这五位，真的非常优秀。是。那2015年新的拉米 girls 呢？这个甄选会到今天，那最后出现的已经确定不会是只有一位了啦，哈。那因为每个人都太优秀了。对啊，因为他还是要春训啊，对不对？春训完搞不好二阶段、嗯。哦，所以要准备一下魔鬼毡的，对不对？是说在座的五位今天甄选完，全部都是NAMI GIRLS，我们就选五位，所有五位都入选，恭喜你们！真的谢谢，我们的阵容要逼近30位NAMI GIRLS了，我怎么跟领队交代啊？好，那今天的五位呢，就是我们甄选会出来的 NAMI GIRLS， 那他将跟着所有的成员呢一起来进行球场的春训，那么所有的这个春训的这个规划呢，都由我们苏丽总监呢来安排，那么现在呢